我是王者林超，你这几年好吗？好几年没看到你了。这几年还可以，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忍不住露出慈父的微笑，李荣浩在节目《少年说唱》计划中，一看到曾参加过偶像练习生的林超，就很有感触。就再次看你的舞台的时候，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真的时间过得好快。是。眼前的一切都无理取闹，只有我明白自己是多么可笑，没有办法，浑身都被爆炸，于是还没忘记姐姐现在四个身吧。理解万岁，理解万岁，有人理解怎么可能？除非新人都能活到万岁，都是错的，都是错的。如果我做错了，当年这些人来人往都是过的。我可不懂，我可不懂，每次在他们眼中我会不会直到群魔萧瑟，佛子碎裂，佛子崩溃，不如演了趁着最后一秒，佛子在家，佛子流泪。我其实很想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写这样的一个作品。我的强项其实是 vocal。很多人都说你会 vocal， 你可以做旋律 rap。我觉得不应该用我擅长的武器，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新的林超。开心点哈，开心点。我觉得要不这轮我弃权吧。你觉得你不客观对吧？我给他上过很多，我自己都20次课都有了。OK。可能是我想的东西太多了，就没有太放松自己。我想不能再 emo 了。千万不能再 emo 了，我一定要做一首开心或者舒服的音乐。哥啊，多了，不这样，你到时候演出别这样。哇，这个人比我还上头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们这个也太欢乐了吧，bro！ 其实我挺感谢 Jacob 的，这段时间我真的发现我自信了很多。我之前小考背词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背，我不敢旁边有人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放不开。但是这次什么都可以撒开不管了，哐哐的对着别人唱，在何时何地。林超，我觉得你这次是我觉得你最快乐的一次，因为你从来姐，我其实一直在观察你的心情，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好像跟这个爱之满满被他感染到不行，你看现在就整个人很快乐，很好，非常好，真的。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那个面试完，我跟你讲了一句话，我说开心点，我不知道你听见没有。对，我就看你开心之后，整个人其实整个人放开了，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，我觉得得保持，得保持。关注你了。